大哥，欢迎二哥，我是真的班长，我是姑姑姐姐。那今天的魔力二哥呢，跟着我们呢，在这个地方呢一起玩，对不对？对、那我们今天要问问魔力二哥，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玩具呀？哇，好大呀！哇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哇，这个也太大了吧！叫变形金。变形金刚变形系列的，这也太大了，好霸气呀、啊！二哥出手好大方，不过他大是大，霸气是霸气，但是他是男孩子玩的玩具啊。哦，也对哦，也是哈，特别是像恐龙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那魔力二哥，你有没有什么女孩子喜欢的玩具可以给我们看？布娃娃。魔力二哥带来的玩具，我们一起打开，一起玩，两个都可以玩吗？走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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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个是什么？他好帅呀！你们看到什么了吗？那是汽车，汽车。这个是看不见。这个是好像是赛车哎！我的天哪！赛车，好酷啊！这个放在这吧。哇，很酷吗？很酷，很酷哎！那我们今天是玩这三个吗？三个，都玩，都玩。魔力二哥真的是超级喜欢玩具，而且给我们买了这么多玩具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这三个一起打开，一起玩怎么样？好啊！今天你看，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魔力二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恐龙的小玩具，哎，他真的好帅，好霸气，是不是？我还说他是小玩具，他应该是大玩具吧？对，大玩具，他还有武器呢，哇，好霸气呀！对呀，这个你可以拿下来，哇，哇，这个应该叫好帅，是剑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对，你这边也可以看啊？什么？哎，魔力姐姐她。这边为什么还有两个脑袋呀？它是不是还可以变成恐龙？你看它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两个头？对呀、那么它的头呢可以压在一起，然后变成一个立体的头部。那么呢，它可以变成一个就是恐龙。这个是人的状态吗？不是。对呀、还可以变成恐龙的。啊，那它这个武器就这样变上去的话，应该就是恐龙的尾巴吧？应该是吧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个恐龙还这尾巴在哪里，还真的不知道哎。那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吧。哇，真的啊，这个你弄的吗？对呀、我刚才它是一个人的样子，现在变成了这个恐龙的样子。那你手里拿的这个是这个安这个尾巴好难，我不知道把这个尾巴安在哪里才好。哇，这个嘴巴可以动吗？哎呀，可以动哎。可是这个尾巴你就不知道安在什么地方了吗？对呀。这个尾巴我看看，它好像没有挂的地方哎。对呀、要不然我就直接这样挂着好。对，直接这样。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成功的呀！成功！哇，你太厉害了！它的是爪子的小部分，然后这是前边，然后还有后边，很酷很酷哦。对，超级酷。特别考验这个动手能力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对了。刚才魔力二哥还有拿来那个双胞胎过家家的那个玩具，还有那个遥控赛车。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看完恐龙了，那么接下来你想看哪个？我想看赛车。你想玩赛车？那好吧，那我们这样，我们叫来蝈蝈姐姐，然后我们三个，要不然来个比赛怎么样？比赛好啊。那好吧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外边啊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开车比赛。哦，就在这个大广场上开。你会开车吗？我会开小玩具车。玩具车，你会吗？
我想要学呢。对呀、啊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比一下我们这个驾车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水平啊。那么呢，这个地方呢有我们的一个小赛车，我们要通过这个方向盘的操控呢，让这个小赛车去达到前面小恐龙的位置啊。嗯、限时是20秒。20秒。对。那么呢，我们看看我们三个人在20秒以内呢，谁可以先到达恐龙的位置，怎么样？好啊，20秒比较简单啊。哎。你先来，我看不简单。你先来，我先来，就这么草率的就决定了吗？哦、对对对呀、啊。那好吧，我先来。嗯，那波波姐现在先开始啊，杨楠加油。嗯，你喊开始，然后20秒啊。好的。波波姐先开始。好的。我准备好了，后边我这个可以前进和后退的啊。嗯。然后你这样转方向盘就可以了、啊。哦，好。我加油！计时开始。哇！我要开始！计时开始。来了，快回来！这边是重本，你不会玩玩具车吗？我看这个很恐怖。马上，差一点，后退，我差一点，后退，差一点，快，你回来呀！时间到。我们都没有成功。那你看看我吧，活力姐姐，你紧张吗？周围这么多小朋友，没关系，展现实力的时候到了，来加油！好了，计时开始。成功！那么我们现在宣布，新魔力玩具学校的车神就是魔力姐姐。刚才这个赛车比赛，我获得了第一名，我好高兴，好高兴！其实我觉得，我以为能获得第一名呢，结果是我获得第一名了。对哟。那刚才我们那个赛车和恐龙都看完了，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看这两个小娃娃了？是啊，两个双胞胎姐妹。对对，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发生在他们身上什么样的有趣故事吧。妹妹，今天姐姐给你做的这个蛋糕还有牛奶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好吃，美味极了。哦，那你现在呢已经吃饱了，你应该睡午觉啦。那好吧，那我去睡觉啦。哦，妹妹已经睡觉了，那我要去帮妈妈做一些家务啦。这是什么声音呢？你是谁呀？我是爸爸。你好可爱呀，你可以跟我一起玩吗？好啊。大龙的尾巴。恐龙你的尾巴掉了耶。没关系，你跟我一起玩就好。我跟你一起玩。哎，家务已经做完了，看看妹妹有没有睡醒。哎，妹妹，我的妹妹去哪儿了？妹妹。他一定是遇到什么坏人了，妹妹，这是什么啊？这个好像是，不会吧？这个是恐龙的尾巴吗？难道妹妹被坏恐龙给抓走了吗？不行啊！我一定要找回妹妹，我去找超级创机王来帮助我。怎么办呢？小朋友，你怎么了？超级创机王，你快帮我救救妹妹！你的妹妹怎么了？我的妹妹好像被恐龙，坏恐龙给抓走了。坏恐龙？嗯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妹妹的床边有恐龙。
龙的尾巴。哦，那你知道坏恐龙住在哪吗？不知道。小朋友，你不要着急，我带你一起去找坏恐龙，去救你的妹妹吧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谢谢，谢谢。走。恐龙，饿。你饿了？我饿。哎呦，你饿了？那我出去找好吃的吧。嗯，好好。哎，啊！超级超级王。啊？怎么了？你快看。嗯。前面那个坏恐龙是不是他？你看看尾巴和他一模一样呢。一定是他，我们去要妹妹去。好啊，好啊。坏恐龙。嗯，坏恐龙，快把妹妹交出来。快把我的妹妹还给我。坏恐龙。我怎么就成了坏恐龙了？我都不认识你们呢。你是不是在家里带走了跟她长得一样的妹妹，一个小女孩？跟她长得一样的妹妹。对，你别不承认了，你的尾巴还在这里呢。是不是你的尾巴？是我的尾巴呀。恐龙，恐龙，恐龙，我的好吃的找到了吗？哎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妹妹，妹妹，啊，我都担心死你了。姐姐怎么了呀？啊，坏恐龙有没有欺负你呀？姐姐，姐姐，恐龙给我买好吃的，没有欺负我。哦，我们是不是误会他了？你们误会我了，误会我了，我只是跟你妹妹玩玩而已。哦，恐龙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们不应该这样误会你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只要你们三个人一起陪我玩就可以了呀。好啊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哇！哇，那我们今天一次性玩这么多的玩具，这么开心。多亏了魔力二哥。对呀，啊，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魔力二哥。看，这个车真的很酷。对，而且这个车呢，就把我们刚才有看到吧，这个是用方向盘来旋转，它就可以动的。对呀，啊，超级好玩。然后这边的那个机器人也变形的也超级大，超级大。然后这两个小双胞胎特别可爱，哇，真的好想。这个送给你了。这个给你吧，我吗？这个给你了，这个给你了，好吧，这个给你了，那给你吧，拿着吧，谢谢。哦，那好吧，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魔力二哥哟。哦，谢谢。那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新魔力玩具学校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